上面还是都有刺的，虽然现在那个文旦，上面还是有一些刺，柑橘类哈有刺，很小心。好。
哎，今天利用下班，天色还亮的时间，嫁接了两棵树2246。这一棵文旦又要更新成砂糖橘的接穗，然后这一棵做了6个接穗，然后还留下这一支的分支，是因为要确定了这些植栽的接穗哈，有可能存活的时候，这一支才再继续的接哈，不然的话。 有可能哈，就是一次受伤太重的话，我觉得对植栽来说可能不是好事啊。哈，我的想法啦，不知道对不对，参考一下。哈，就这样子啊。这一颗文旦柚就让它更新哈，因为文旦柚在这个地方，一年一年的过去之后，我发现第一个周遭太多那个蜜柚啊、白柚，结果就造成了那个种子啊，我们的文旦很容易。 文旦又结种子，再来第二个，管理的作为还没有学习到位，所以打算更新砂糖橘试试看。OK， 那今天的更换品种的嫁接就记录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